差很大，抢到抽签两样情。虽然说公立的很难抽，可是私立像我家楼下，它也盖得很漂亮，像城堡一样。可是我们去问了价钱以后，一年算下来差不多要200,000。我们夫妻俩一直都没有偏财运，我觉得一辈子的运气就花在这。公办民营钱大概一个月是7,000-8,000，等于它是私立的时间，然后接近公立的价钱，能加到6点，加60块。60块给他，OK 啊，可以。健身现在都够跳表了。